说剩下如果打完抽十啊，十二我我不在乎，我只在乎里面的资料，明白吧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嗯，我得留着它里面的资料啊，我怎么抽啊？我哪怕不用我也不能抽啊。那什么照片啊、图片啊、文档啊，那要是给你，那不是泄露了？我冠希哥的事情还历历在目的。是他们把我变成了敌人。全军出击！机会来了，就这么快，对面从头到尾都没看到过我。还带了个骸骨吗？你现在不是选择长矛还是利剑，别想蛤蟆应该也能打。他妈他征服者不是他这个守护者的守护者加骸骨，他应该是带错了天赋啊，兄弟。这我感觉不是守护者这个主系加骸骨，我觉得我能把他杀了。挺可惜的。跳是什么强攻黑暗收割，这波包死。直接死了的。还救了他一命。龙女呢？刷上野区刷这么慢吗？WAAWQE， 然后一发 A， 追，穷寇得追啊！可以，一个单杀。这是草外眼吗？怎么感觉像草外眼？先去自家红蓝 buff。OK， 龙女位置漏了就不用了。WAE A WAQ
一发飙。他家里没野怪刷，只能强行来我们野区了。但来我们野区又其实给了我们一波杀他的机会。我们在野区追击能力太强了，能追能打，还有红 buff， 想跑都跑不了。放个夹子封路，他只要来就会踩。这波出门应该在上野区清他的 F6 和石头人，回家补个装备，然后去蓝 buff 逮他。漂他蓝 buff 应该来不及去反了，丐帮总裁的，发个免费的上天使。今天盲僧不是 RQ 空了两次吗？我之前上次说了，我这辈子只要玩盲僧空了一次就30块钱 RQ， 免费的60弹幕模式，只要有粉丝牌的扣个扣任意弹幕参与上天使红包抽奖。今天空了两次 RQ。一次30块，两次60块。啊，兄弟们可以自己发个弹幕参与一下。好吧，要猪脚饭的自己参与这个上天使卡，那个不用卡，这个不用卡，免费的。对，这是弹幕模式，随便扣什么弹幕，点击上天使就行了啊。哦，看到你了。他有可能会控小龙吗？真在偷龙啊！还偷龙？哎呦，你喜欢资源？龙女的三郎应该刷新了。但是他没有选择来刷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他这波会在哪呢？这怎么帮啊？帮不了你们俩啊！两个满状态六级乌鸦，真去不了。他俩没有任何战斗力了，在塔下。
等兵线过去，漂亮，六。思路明确，先杀龙女，再干剑魔。我觉得龙女这波会来下野区。好，来了，已经 A 了个探照果实，要动河蟹了。为什么能掌握他的位置？因为我们这就是繁衍能带来的好处。他野区有没有野怪？哪里能哪里他能去哪？我们一清二楚。他没野怪刷，你懂吗？比如这一波他来下野区发现野怪没有出门，他的 F6 刷了，他应该又要来上野区。来，当然这波他可哎呦有眼看了，那不成立了，兄弟们，他有视野就算了，回家。有视野就回吧。嗯，还是来了。还想亲我，来啊，来啊！我就是不死，哎，嘿呀，我操，说雷了，老弟，哎。为啥这里藏了个狐狸啊？谁能告诉我为什么？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这里藏了个狐狸啊？我操！为什么？为什么这里他妈藏了个狐狸？藏了个妈骚狐狸搁这里！哎呀，本来这波能操作剑魔的。RDQ 的，龙女还阁下了赤河蟹，你一定要这样子帮龙女吗？还帮她做针眼？辛德拉不去小龙啊，哎呀，对面
哪都这么多人。 操作建模，兄弟们，完了，失误了。还想着三 Q 我，兄弟，不可能的，拉扯就慢慢拉呗，咱们就看谁更能拉。操作你！ 对，抽号抽号抽号，等这个红包结束吧。抽号是国服什么区都行，不管是电信、网通都可以，抽中号打3个小时，没有任何的要求，大试一下就可以。好吧，大试一下就行了。给大家抽个号，抽个号。 国服任意的区都行，大师一下，好吧，抽个号，然后抽中之后发号给我就行了，给你打3个小时，别的人都不用管，你只需要搞个大师一下的，然后发我就行，啊，直播打3个小时。拿不到4杀呀，回家打穿，还有助攻啊，怎么说话？点击上电视就行了，啊。 手机段子在右下角，电脑段子在左下角，就青铜黑铁定位赛都打啊，然后转一也打，大试一下的号都可以啊，没有其他任何的要求，能抽中就行了，白板号可以吗？可以，大试一下，哇，这局很有质量，漂亮。 哎，是，回家。红 buff 先吃了吧，这号打到6点了，打到6点了。